每到父亲节，这家基隆知名的老牌牛排馆总是很难订到位。不过受到疫情影响，虽然日前解封重新开放餐厅内用，因应防疫内用人数降载超过一半，业者因此首度推出父亲节外带套餐活动，让消费者在家也能品尝到餐厅原汁原味的丰富料理。虽然基隆刚刚微解封，对，那餐厅我们为了要保护所有的客人跟同仁，对，所以采取梅花座安全社交距离，所以原本的位置现在剩16个。那为了服务好每一位喜爱华兴的贵宾，对，所以我们特意做了一个这个豪华的父亲节外带套餐，对，让所有的贵宾可以把华兴的美味带回去，让爸爸跟爸爸在家里可以安心的分享。那我们这次的话，套餐有推了一个12盎司的大沙朗，那还有半颗的德国猪脚，然后还有我们挪威的鲑鱼，对，然后还有我们特别严选的套丢，然后还有鸭胸，对，那这边的话我们也准备了巧达鲍鱼浓汤，对，这是华兴的客人都很喜爱的。然后再来这边是我们的鲑鱼凯撒沙拉，对，那在面包的部分这边特别选用了东风起司欧式的面包，然后最后可以搭配着我们的芒果瑞士卷。对，那这次的话我们还有特别推出一支目前台湾买不到法国进口的红酒，那它的加购价也只要750元。属于同一集团的连锁面包店也以超人老爸为主题设计多款父亲节蛋糕，香甜松软又美味，预购还能享多项优惠。这是我们温莎宝道有推出一系列的蛋糕，那其中这款爸爸是超人的蛋糕，因为爸爸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超人，那它的内馅是用新鲜的大甲咸芋头，然后加上特制的海绵蛋糕，然后香浓的芋头在口中蔓延开来，然后底层呢它是结合了巴瑞脆片饼干，然后更添增了口感的层次与香气。不过牛排馆父亲节外带套餐预购到8月6号为止，连锁面包店的父亲节主题蛋糕预定优惠更只到8月5号，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在家安心用美食慰劳辛苦的老爸。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